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这个节目。的确，参禅打坐这几年在国内可以说是相当的风行。那么禅修究竟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又该如何来实践禅呢？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圣严法师。法师您好。陈老师您好。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告诉我们禅跟佛法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啊。不过呢，在印度的时候呢，它是重视于禅定；那么在中国的禅宗呢，是重视于智慧。那么所以禅定是什么？禅定就是坐在那边呢，耳眼都看不到，而只是向内观察，而直接内心呢，没有任何的动作，也可以说没有杂念，这是叫做定。可是在中国的禅宗呢，是重视智慧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智慧就是说对于我们面对的现实的种种的现象做恰到好处的处理和恰到好处的了解，这个叫做禅，也可以说是定慧一致，又是定又是慧。在运用智慧的时候，他的心里边呢是没有主观色彩的，没有情绪在里头的，没有自我中心在里头的，而这是纯客观，也可以说超越于客观和主观之上的一种处理法，这个叫做禅的智慧。所以中国的禅呢要比印度的原来的禅要更高明一点，那个应该是中国的文化把印度的禅法更升华了。所以中国的禅宗啊，在世界的佛教之中是独树一帜，应该是在佛教里边是最好的。是，那么为什么这几年禅修特别的受欢迎，特别的风行，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禅在日本呢盛行，然后呢又传到了欧美。那么在这个是在40年前呢的事，然后从欧美的盛行之后我们台湾呢就把欧美的一种禅的书籍翻成了中文，所以中国人就觉得这个禅本来是中国的，怎么现在这个我们中国是失传了，觉得很遗憾，因此大家都觉得很好奇。那据您的了解和观察，这个日本人或者是西方人他们接触禅，他们喜欢禅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第一，他们重视于意志力的坚定的意志力，也可以说坚定的一种信心或愿心。第二呢，能够磨练一个人的耐心。第三呢，能够使得人呢就是客观而不要主观，能够把心胸不但是放大，而是呢根本是放下，所以是变成无限的。因此对社会也好，对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也好，对于他自己个人的这种身心的修养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是，那么参禅跟打坐又有什么关联性呢？是不是参禅就一定要打坐？不一定啊。在中国最早期的这个禅法叫做禅不在于坐，就是六祖坛经里边就这么说的要修行禅法不一定是要打坐，打坐不一定能够得到禅法的智慧。那么这六祖的弟子像这个马祖和怀让之间有这样的故事。所以坐禅要想成佛的话，就好像磨的砖头要当镜子用一样，所以打坐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禅的功能的受用。可是呢反过来说，凡是参禅的人呢，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身心的预备的阶段的话，一下子参禅可能不容易得到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
打坐还是个基本的呀要求和基本的功夫，那有打坐的基本的功夫之后啊，再来参禅呢比较容易得力。也就是说打坐为参禅做一个预备就是了。是，那么打坐的原因就是能够把一个身体啊一个正确的姿势啊，能够把我们的身体调好，能够身体的气脉畅通，那么心也会比较踏实稳定，然后呢让我们的心能够啊随时随地要它不想什么就是能够不想什么，要他想什么就能够想什么，到达这种程度的时候心能够自己做主宰，这个时候参禅呢非常容易得力。是，我知道您也经常举办这个禅修班啊，然后接引了很多弟子，那么这些人他们在打坐参禅以后，您观察到他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么他们最大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身体上的一个感觉啊，持久力和能够放松，还有呢对自我的认识更清楚一些，那么对于环境的呀看法呢有所变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环境，那么对自己来讲的话就是有种内省的功夫啊可以增长，所以对一个一个成长的人或者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人呢都很需要用禅法的帮助来达成呢我们自我成长自我消融的目的。对，我自己的感觉啊，好像参禅打坐以后有一种比较定的感觉，由定好像比较能静啊，静好像我不晓得可能还没有到慧，可是我想慢慢可能智慧会生出来。那么可是我们又发现好像在日常生活里边很繁忙，常常心情被容易被扰乱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怎么样来实践禅呢？这个应该是两个方向看的啊，一个呢是每天要练习有打坐的时间，那我们在练习过打坐的这个之后啊，我们的心在一天之中至少平静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另外呢我们随时随地啊要注意自己心烦心乱的时候马上来纠正自己，这个是啊就是自我的一种啊审查，自我的纠正，那是用观念的，也是要用方法的。可是仅仅用观念的话，可能是不够，应该每天还是要有练习打坐的时间。非常谢谢法师的开示。各位观众朋友，听完了圣严法师的开示，您是不是对参禅打坐也有点跃跃欲试呢？明天我们将针对打坐的方法再进一步请教法师，欢迎您按时收看。今天节目就播到这儿，节目最后呢我们再一起来回味圣严法师最重要的开示。